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大家好，我是虫虫，欢迎大家收看虫虫周末为大家带来的炉石有话说游戏娱乐视频。那么本期视频呢，是虫虫冲天梯的时候呢打了两局比赛，做任务啊，顺便冲冲天梯。这个在赛季马上要结束的时候还有10天啊，我这个天梯还是卡在3级啊，没有冲上去。有空我一定要在这个赛季冲上传说啊。这个是一场直播的视频啊，大家都觉得我弱啊，都觉得我弱爆了，但是我用事实向大家证明我一点都不弱，我很强的啊，我很强壮的。然后呢，本期视频呢依然会给大家发福利，本期视频的下方大家在优酷空间跟西里西西弹幕网站同步留言的话呢，虫虫呢会送出去4张点卡，30点的点卡，每个平台抽2张。那么呢会在下周的时候抽出，每周呢虫虫是3、5、6日晚上8点半在斗鱼游戏平台进行一个直播。那么大家如果这四天当中有空的话呢，就可以过来看一下虫虫的直播。抽奖呢一般是在周五或者是周日2天进行。那么现场抽啊，抽奖的气氛其实是挺好的，挺喜感的啊。有的人重复留言的话，然后抽中他了，大家就会说不要他，不要他，换重新抽，等等等等的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欢迎大家呢来现场感受一下，跟虫虫一起做炉石，一起打三国杀的乐趣，体验一下现场的这个非常有趣的气氛。好啦，那么废话不多说了，我们来看今天的游戏视频吧。大家记得留言订阅我哦。这个是来玩这苏工叔叔，咱把任务做了。因为没有连胜吧，我冲天梯冲的就很慢。你像我这种吧，就是我可能经常是连赢2局或者3局，然后可能我再输3局，可能不是连输，然后有星星的奖励。后期你进了5局之后就没有连胜了。昨天打了一天啊、昨天打了半天还是3级，我就不想冲了。等我找个朋友啊帮我冲。SCH817SH 是不是亚历霜甲减呢？为了毁灭之锤，哎呦不错耶，哎呦咱把它换了。恐狼先锋一费上他，二费轩逼跳他，来换了。来还好吧，耶他不伤怪。哎，圣光会庇护我，快快快保佑我啊，保佑我把任务做完，赢2局就 OK。 哎，我想想啊，有更好的选择呀。三费，这跳不跳血骑士呢？可能性，跳吧，贪心啊，怎么办？不然这血骑士就没有用了。加入战斗。亲们呢，我又看不到弹幕了，刷一下啊。幽灵狼。这怎么办啊？不是打图腾，义工的打图腾没有什么意义啊。幽灵狼，完了，要死了！我看一眼怎么打啊。咱们灵魂之火打掉一个图腾吧。把这个上了。你不能通过这里，没有时间了，加入战斗。来，就只有这么打了。
不，你就这么打的话吧，还没有七攻的，还不怕王牌猎人。你清不过他，后期他有大 AOE 一波就把你全都清了，是不是这样呢？过来好好打一架，胆小鬼！清算时间。加入战斗，因为我是抢血的。为了罗斯玛。我是一个抢血的这种感觉的，就是说，第一，他出幽灵狼出的，他不干别，他就搞这招出疼啊，他干啥呀、啊？这是，我还真没在天梯里看见过几个萨满，我很少看见萨满在天梯里吧，就我打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打过萨满。这看一看啊，这他不他死了吧？看算伤害啊，六加二八九，八九九加四是十九加四是十三，十三加二十五，十五加四十九，他死了，是吧？我没算错吧？再重新算一次啊！微积分呢考六十分的人，四五。五加二七，七加六十三，十三加二是十五，十五加四是十九，他死了。来，我是阿格斯之盾。啊，亲们，今天那个波鲁史啊，他可能宣传给错了。来，清算时间，加入战斗。凶，是不是就是凶啊？数学不好，不太会算数。还行吧，我竞技场玩的多，所以在竞技场里边你不得结场吗？如果你这回秒不了他，你可能就要考虑去结场，所以我就慢慢的把数学加减法算明白了。啥？来，咱们再赢一局啊，把任务做完。打德鲁伊啊，这是大自然的守护者，我会夺取你的灵魂。等会儿啊，上王牌猎人也是被那个爆炸陷阱那个 A 死嘛，无所谓了，咱们上他吧，升这个。哎，我要赢了，你嫁给我呗！哎，怎么就打不过咆哮德呀？啊，他有丛林守护者就麻烦了。这牌真是弱爆了，弃牌的全在手里。快猜，快猜呀！你们快猜呀！别墙头草啊！看见我有优势了就开始说德鲁妖怪，然后看见小德就说我要被德鲁一虐死。你说完胜咆哮德呀？哎呀妈呀，二十四血了！哎呀，我勒个去了！这什么？哎，弱爆了！这烈焰小鬼单杀德鲁伊，我牌不好，我一飞两飞都没有东西出，弱爆了。咱得把雪儿打了吧？来，把雪儿打了吧，雪儿必须打呀！你管那个叫做武器？哎呀妈！我这手神牌，我去！我看见我这手神牌，我都想哭啊！你这什
神牌，两个喷的守卫，哎呦哎呦哎呦呦，吓死姐，我好偏偏爱呀。咱一定先把他打了，灵狐我把他打了，然后上墨是守卫，对吧？来，哎，可惜了。谁敢招惹我？小可一提。我可没时间陪你玩游戏。他是不是要死了？九加二，卖发现啊，还是把王牌猎人放上？我想想啊，来卖发。把这个苹果放在你的头。射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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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爆了。小菜一碟。收工了。你说射脸，我不就赢了吗？弱爆。咦？这扫得掉吗？没射到，没射到，没射到。Over！ 黑我的都要死，妨碍我做任务的都要死。赢了，快给姐跪下！让你们说我那什么啊？让你们说我要跪呀、啊，什么什么的，顺利完成四十金币的任务。哪有神抽灵魂火？不用神抽，赢了认输了，看见没有？真是的。我又开始嘚瑟了，怎么办？你们太过分了，你一点都不向着我，是你爬呗？你说我跟人家在天津里边撸两盘，你们还说我输？